大哥，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呢？沈腾老师，过会儿你就给我叫大姐，哈。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？我看你们这儿人多，我就跑过来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不相信。顺便再给韩老师比一比，韩老师准备好哈。下面我就改成女生了。我准备好。是的，就是您。完了完了，你摊上大事儿了。我不怕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那你今天带来的才艺是什么？我一个人模仿韩红老师和云朵老师两个人的声音，唱一首《青藏高原》。真的假的？我不相信。肯定没有两位老师唱的好啊，大家多担待担待啊。好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点个加号，支持一下，谢谢。